大秦帝国第四部《阳谋春秋》第四章《咸阳出洞》。寻常时日，史官并非如影随形般追随国君左右。今日应对，要长史大臣亲自笔录，桓立顿时觉得此事非同寻常。 即为密谈定策，必是一时不能昭告朝野的机密大事；然又要笔录在案，则是必须显示国君曾经就此大事有过决断。笔录其所以要交太史令入典籍库收藏待查，是国君对先祖、后世乃至朝野的一个交代凭据。蓦然之间。 熟读史籍的桓立觉得老秦王似乎在仿效当年的周公之法。西周初年，周武王病逝沉重，周公祭祀天地，默默对天发誓，愿待天子身死，祈求上天将自己的寿命许于天子。此事举动颇大。 周公自然得许史官笔录，然则祭祀祷告之内容，史官与随即大臣却一无所知。周礼法度，祭祀天地祖庙之祷告书，聚交史官入库待查，所以大臣与史官谁也没有在意周公的雅祷。不想周公。 却将祷告书当场锁入金柜密封，而后交太史令入王室典籍库，严令非王命不得打开。于是，周公祭天遂成了一个谜。年余之后，周武王病逝，年幼的周成王即位，周公总摄国政。 一时流言四起，纷纷诋毁周公，居心叵测。有人密告周成王，当年周公雅祭天地，是要诅咒武王早死，以篡夺天子之位。成王大疑，亲自进入王室典籍库，打开了周公密封的祷告书。 一看之下，真相大白。周成王涕泣不已，从此深信周公不疑。目下老秦王说要对先祖后世有个说时，分明是有难言之隐，而借此表明心迹。从来都是零零断事的老秦王，今日。 如此谨慎，足见此事之微妙难测。桓厉虽隐隐的有所意会，但心下依旧是腾腾直跳。刚成君，半卧榻上的秦昭王终于开口了，字斟句酌，分外清晰。老夫。 年逾古稀，人生苦短矣。本以为雍城祭天，上苍会赐老夫些许寿命，不意乍逢风瘫，一直病卧不起。 天意如此，夫复何言？见君上书，老夫何尝不忧也？我我我王无忧。蔡泽一生哽咽，王执勤政五十有四年。 迭克危局，连度险难，使大秦成煌煌大业。纵使今日国事贫难，以终得上天庇护，而安邦定国，何忧之有？刚成君诧异。 苍老纵横的沟壑中，抽出了秦昭王的一丝笑意。我即位秦王前三十年，为太后攘侯之功，明季亲政，围成一式。大摧赵国，使秦国。 最大强敌衰落，与皆不足论也。然，嬴稷亦有一大缺失：空下高寿，未栽培得一个雄强太子。太子之后，有一个。 才堪继统的嫡子，后继乏力，我心何安？查看王孙，择贤立嫡，非一日可成之事也。然六国还伺。 虎视眈眈，岂容我从容决断？唉，两难之境，本王何堪矣！苍老颤抖的声音飘荡在密室，弥漫出一片晚静老人的凄凉。 笔下一抖，怀里的—一滴大泪，竟扑的从羊皮纸积溅起来。唉，君若出得良策，当是大秦不是功臣。秦昭王喘息着补了一句。 臣齐我王，蔡泽平静了许多，从容笑答：“太子之弱，王孙之力，臣已是实难救世断世。然，臣为丞相，开府统政，自当有总揽全局之策。臣。” 前出既然七字策，未在父秦；目下之事，却在安秦。臣有八字方略，可安秦国十年，以使我王得以转还。骤然之间，秦昭王目光大亮。 西平养国，绝内安土。蔡泽一字一顿，姑且说来。秦昭王语气平淡，目光连连闪烁。蔡泽侃侃道：“八字三世，原为一体，大统续断。” 涉及安危之头等大事也。然，此事非兵征扩地，立决立断，反易铸成大错。唯假以时日，徐徐图之，可保得当。唯其如此，需外事无忧，国家无战乱、兵征之危，方可争得时日。河内。 南郡、燕齐、长平，四次旷世大战后，大秦乏力，山东六国更显衰弱，合纵攻秦也已难以为继。当此之时，我对山东外可虚张声势，对内行息兵养国之策。就事而言，一不扩军，二不打仗，只图自守。 自守之下，养息民力，整肃吏治，以为未来新君扎下根基。若能持此守势而息兵养国，我王可从容绝内，立定大统继承。此谓绝内安统也。绝内，须得有时；有时，须得息兵。 西兵养国，方可得失绝内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相辅相成，此谓八字三世，皆一体也。西兵养国，绝内安同 秦昭王轻声念叨一句，默然片刻，一拍卧榻扶手，好，便是这八字方略，刚成君，西乎，老夫垂垂，不能对你一拜了。君上，蔡泽一声哽咽，拜倒在地。 秦昭王摇摇手，默然片刻，扣着扶手低声道：“张史请书，刚成君蔡泽，得对太子赢柱诸子相加查核，择其贤者，报本王决断。查核之法，需。” 刚成君，酌情行事。太子府无德干预。蔡泽顿时惊愕，默然片刻，肃然拱手作礼。臣启我王，太子立敌事关社稷，唯我王会同王族资深大臣决断处置，方可平息国矣。 福英朝野，臣自往不足，更兼素不熟悉王子王孙，若有失察，纵生死不足以补过也。哈哈，刚成君，秦昭王罕见的笑了，君之八字，皆得老夫忧烦。 何其操持之功，却要推辞？八字三世，息兵不难，难在养国与绝内。两世相比，养国不难。秦有惩罚循例，养息民力，尽可教太子督察，量无大碍。为立敌之事。 难哉！若老夫可一书决断，岂能等到今日？喘息片刻，突然低声吩咐：“长史，将本王密溃打开，请刚成君过目。还”还力 一溜碎步从帷幕后搬来了一只铜箱，秦昭王抖索着枯瘦的右手拉开了胸前大领，赫然现出一只晶晶亮的铜钥匙。桓立肃然一躬，屈前双手，轻轻取下，当的一声，打开铜箱，捧到了蔡泽案前。刚成军情。 小心翼翼的浏览完十多卷书简，蔡泽额头汗水层层，勉力镇静心神道：“臣愿奉命，唯有一事，尚请我王允准。何事？两年之内，许臣随时觐见，可也。” 秦昭王点点头，老夫也有一说。刚成军斟酌，愿闻王命。至迟三年，须得地定。陈景奉命。 见老秦王呵呵笑的一阵，不再说话。蔡泽一躬：“我王保重，臣告退。”秦昭王对外厅一招手：“几时钟驾王车，礼送刚成君。”老几十钟隔门一声答应，领着开门出来的蔡泽去了。立即密宣上将军蒙骜。 秦昭王低声一句，疲惫的靠在大枕上，闭上了眼睛。桓厉当即书令，待王书发出时，长榻上的秦昭王已经发出了粗重的鼾声。桓厉正在悄然退到外庭，却听秦昭王突然一句：“一回书房。” 又是鼾声大起，桓礼正在愣怔不知所以，却见四名黑衣内侍走来，拥着长大的木榻，悠悠然碾过厚厚的地毡，悄无声息的，消失在可墙张挂的帷幕之后去了。三日之后，上将军蒙奥从函谷关飞骑赶来，王书房的灯光。 一直亮到五谷鸡鸣。二，丞相府来了不速之客。回到咸阳，蔡泽心下总是沉甸甸的。老秦王采纳他的八字安秦新方略，原在意料之中。然则，将最重大的立敌事务也压给了他。 蔡泽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按照法度，确立太子是国事，大臣得参与议论，或奉命考教候选王子之才德。然，太子立嫡却没有定规。战国传统，若非牵涉王室权力，贵族立嫡寻常都作为家事决断。 若立敌牵涉到王室权力格局，则国君视情形而决定干预程度。齐威王时，丞相晋国君田婴无嫡子，齐威王直接下书，立其庶子田文为晋国君嫡子，爵封孟尝君。战国之事，国君。 亲断王族大臣立敌事务，这件事最是引人瞩目。目下太子嬴柱的嫡子确立，直接关乎王位大统，远非孟尝君之事可比。本当秦王亲自处置，谁想却压到了蔡泽头上。若仅仅是事关重大的朝野瞩目，蔡泽绝不会为难。 明是建功立业，无克危难，何见功勋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